们洗澡去吃了 boiling crab， 现在已经六点了吧，对不对？还是五点半？但是我们还没有到我们的目的地，等一下还要开2个小时。然后这边超热，超级无敌热，就是30度。然后华盛顿州就是西雅图是大概15、16、17度那边吧，很期待耶。我们现在要在草皮上吃我们买的 boiling crab， 不是 boiling point。大家早安，我们现在要出去吃早餐，我们要去吃美而美，就是我在湾区找到有一间美而美可以吃。我在录影，然后他在旁边这样子。他还送我泰国奶茶，我们点了红茶，然后阿姨还送我的一个泰国奶茶，然后还有三明治，然后好像什么三明治套餐跟三明治总会吗？还是什么忘记了？还玉米三明治的样子，我不知道说他们要就是线上点餐，然后再过来拿，所以他们现场的话就只有那一些东西，所以我刚刚就看他们有什么就买什么，好开心哦！芋头啊，我不知道，好开心哦，在美国可以吃到美而美。嗯，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啊！大家可以来，它叫做可菲妹，对，还是美可菲，可菲妹的样子。哇，你要吃台湾早餐？因为他说我是台湾狗。那快吃吧，可以啊。嗯，像台湾味道。他们的芋头三明治超好吃，那芋头泥就是很湿。完全不干，真的很台湾味，超爱。连这个汉堡肉都好好吃，真的超好吃的，超台湾味。刚刚阿姨又跟我说他们有多一个蛋饼，然后问我要不要，我就直接说我要，所以要带回车上吃。哎，大家真的来吃，真的很好吃。就真的超台湾味的，拜托你们来。我们打算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再去 LA， 然后 LA 回来，回去 Seattle 的路上，然后我们在旧金山再多待一晚，然后还会再遇到一个礼拜天，所以我们打算呢再来一次，真的很好吃。我蛋饼也根本不知道什么口味，然后我就直接买了。你们看一下蛋饼，哦，好像是玉米蛋饼。我们现在要先去加油，感觉好像来到加州后觉得西雅图是美食沙漠，觉得就是要花很多时间去找，哦，什么好吃，然后这边就是一大堆可以选，真的是没比较没伤害。不然本来还觉得，哦，西雅图蛮好的，现在觉得西雅图食物真的是有点少。我们现在到一个 neighborhood 走一走，因为要去一间法国面包店。对，
然后我们就是想说刚刚经过一个 neighborhood 看起来就是蛮热闹的，所以就这样子走一走，然后顺便遛狗。这里天气好好哦，跟西雅图差很多，西雅图是出太阳，然后天气是凉的。我们到了，要来这一间法国面包店，结果我们什么也没买，因为 Michael 说他们家的东西看起来还好，所以我们就在附近继续逛一逛。Vietnamese coffee. 对，先吃这个。超浓郁的。真的。我们刚刚买的那个 Moji Donut， 可它跟我们就是那种 Mr. Donut 的口感不太一样，有点像年糕，有点像年糕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是刚就第一间买的 Donut， 是提拉米苏口味。我们现在在就是吃 donut， 坐着吃 donut 的附近逛一逛，这里超好逛的，就很多小店还有餐厅可以看。来逛家具店， Baby 在闻他自己。我们来到了公园，看对面的小山，就有很多的房子，看起来蛮可爱的。这些花好漂亮哦，超美的。然后我发现我真的很怕热，就是家现在现在旧金山才大概24度，所以就还算是温暖，然后对我来说已经就太热了，所以好像哇还是比较适合住西雅图，就是那种凉一点的地方。然后好像我真的也是不能夏天回台湾，原本还想说啊、哦，我应该可以夏天回台湾，就因为今年我就特别期待夏天，然后想说好，那明年假如可以回台湾的话，那我就是明年夏天回台湾。结果我发现我好像还是不可以，真的太热了。现在下午太阳还是好大，但是有比早上少热一点，刚刚真的超热，现在的热度我可以接受。这边好棒哦，就是这样子一排一整条走过去都是吃的，然后各种食物粉肠粉。哦，我想看这个。这个因为这是干的，是要 dry shrimp， 不要强。哦，我不要 dry shrimp。对，然后是这个 marinated shrimp and。好。
回家了，明天见。我们去买了米浆，还有两个饭团。我们在等我们的餐点，等一下带回车上吃，等一下跟那个饭团还有米浆一起吃当早餐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应该还要去公园，还有是哪里继续吃啊，等一下还要去 Stanford 那里走一走。然后最期待就是要去 Stanford 那里买那个珍珠奶茶，万波的珍珠奶茶。要说不是珍珠奶茶，我想要买那个红豆昏桂的那个饮品。刚刚去买了这个炸鸡汉堡，反正也是这边听说蛮好吃也很有名的，所以就买一个来试试看。我买了鸡排跟青面线，还有 Michael 想要吃的那个鸡肉饭。然后我们现在又在我们的后车厢吃东西，很凉耶，其实这样子吃东西就蛮舒服，然后又有地方可以坐，然后有地方可以放食物，觉得蛮好的。有厚的感觉，哦，那比较像买台湾吃鸡排。我们现在已经到 Stanford 了，可是外面好热，31度耶，这里好热，热到就是空气都是热的，而且连这个地板上的落叶都是干到就是都变很脆，好像被烤过。我们现在就走一走校园，因为没来过，所以就在这边晃一晃，顺便遛狗。哦，走吧。他说 please help us continue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so we can make more money to extend our campus. 对啊，我也觉得很漂亮，我就喜欢这样子一条路，然后两边都有树。
我们现在在万波，万波就在这个高级的 mall 里面。然后我们就是为了万波来的，因为我们之前在台湾喝，然后我们就觉得超好喝，所以我们知道他在湾区有开一间后，我们就找想要找一个时间来。结果呢，我们买了爱玉柠檬，因为他们那个什么红豆安岛昏桂没了。我们已经来这里三天了，然后今天终于进旧金山的市区里面了，超可爱，可以吗？好可爱哦！大家都会这样子开车，这样子弯弯曲曲下来。傻眼啊，第一次进 San Francisco 的市区就被砸破玻璃。我们在猜说是不是因为我们的 license plate 就是从 Washington 来的，所以他就是挑我们的车，因为其他车都没事。